在英国的这个就是很有怎么说呢，很有素质啊，很有资历的这个华人朋友，觉得特别特别开心啊。那个我简单介绍完毕，交给大家。嗯，好，谢谢。下面请张思涵说一下。Doris，思涵，哇哦，能大家能听到吗？开摄像头吧，好久不哎，见你了。不要吧，好久不见你，能看见你人吗？能打开摄像头吗？哎呀，主要是形象气质今天有点没准备，好吧，那就尴尬了，让大家。挺好的。今天去外面，今天深圳这边特别热，然后在外面30多度，在外面跑了20多公里，晒的呀。大家好，然后好久没露过脸了，非常非常感谢何老大能把我带到咱这个群里。我是原先在英国上的学，然后后来回到了郑州，最近呢就常驻深圳了。我回到了，就是我是在地产公司，现在在深圳一家地产公司，对，然后希望跟大家多多学习吧，是一个特别爱跑步的人，谢谢大家。特别棒啊，思涵是以前我是在伦敦认识他，他是从那个跑步小白，现在变成那个跑步高手了，跑步故现在事是非常励国内志，有的吧。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嗯，下面请胡梦雨。梦雨在吗？风云，你开一下摄像头吧。你在外面哈，那就算了。嗯，好，不方便说话。好，行。那我请 Jessica 跟今天嘉宾打一下招呼吧，Jessica。我今天也第一次尝试 virtual background。Hello，大家好，然后我是 Jessica，然后我是跑动英伦的，也不算是特别老的会员吧，我是去年 lockdown 的时候加入的，也将近一年了，然后是跑动英伦的忠实粉丝，然后今天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其实跟我也挺相关的，因为我本身也是那个，也是会计师，而且我本身是做审计的，所以也非常想听一下，前辈对于这个，就是这个，会计师证持证者的这个职业发展，然后也想来今天取取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请最后一个吧，棒！刚刚开了摄像头，就是你了，刘芳。哎，好好啊，不好意思，哎呀，怎么视频没了？Sorry，Sorry，我听着大家介绍的那个，突然跑远了，不好意思。各位前辈好，我是现在是自我介绍吗？那个，哦，我叫刘芳，我是在保险行业的那个 ACA，我入行有15年了吧。05年入行的，然后08年考下来的证，现在可以算是 FCA 了。我感觉这个 ACA 这个行业在保险业还挺有意思的，可以做的东西挺多的。今天想听听各位前辈的这个见解哈，就因为我是 qualify 了之后，就干了一个 extra busy season，然后我就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心里从来没想过我会升 partner 啊什么的，然后总想去 industry，现在也换了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公司，所以听听大家对这个会计师不同的这见解，真是挺有帮助的，开阔一下眼界，然后也对自己今后的这个规划也会非常有帮助的。好，谢谢大家。啊，谢谢刘芳。我下面把时间交给 Grace 老师吧。好，大家好，我是 Grace Shi，我是这个跑动英伦这个职场项目和这个筑梦计划的导师，
同时我也是AMG Coaching 的合伙人。AMG Coaching 呢是一家专门为海外华人量身定做职业辅导的这么一个机构。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这个 BDO 的合伙人刘静茹女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的职场经验。那么首先呢我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英国的会计师资格。我曾经在英格兰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担任大中华区总监，主要的工作内容呢就是在中国和香港推广这个 ACA 的会计师资格。那么我在工作当中呢接触一些中国的学生，在国内和在英国的都有。那么我发现呢大家可能对英国的这个会计师资格呢还有一些不太了解的地方，有的时候呢会甚至会有一些误解，所以这也就造成在职业选择当中呢有一些困惑。所以呢我今天呢就先给大家简单的就我对英国的会计师资格的了解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呢这个英国的会计师资格 ACA ACCA CIMA 这三个应该是最主要的。那么 ACA 和 ACCA 呢主要是针对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和审计业务，那么 CIMA 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企业的这个管理会计。这三个会计师资格其实在国际上都得到非常广泛的认可。如果你成为任何这个这三个当中的一个，如果你去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工作，比如说去美国啊，去澳大利亚啊，然后回中国啊，都和这些会计师的这个协会都跟当地的会计师这个协会有互认协议。那比如说你拿了 ACA 或者 ACCA， 将来打算回国工作。那么你如果想考中国的注册会计师资格，ACA 和 ACCA 都跟这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有互认协议，所以你就不用考所有的中国的 CPA 考试，有很多都是免试的。假如你是 ACA， 然后你要想比如说将来到香港去工作，那么这个就是完全不用考试就可以申请加入香港的会计师协会，成为香港的 CPA， 所以就是说他在国际上的这个认可是非常广泛的。那么从教育背景上来考量呢，跟我们国内不太一样的就是，其实在英国你不一定非得要是学会计学金融才能去加入会计师事务所，然后参加他们的培训计划，然后学这个考这个会计师资格。你的教育背景可以是任何的教育背景，你可以是学理科的，也可以是学文科的，也可以是学艺术的，就是说对你的教育背景它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你加入会计师协会成为他们的培训生之后，所有的这个会计的知识都是从最基础的学起的，所以这个不要有任何负担或者顾虑。其实我听说很多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其实对文科和艺术背景的培训生其实更看好，对他们将来的职业发展更看好，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人的这个两边的这个半脑能够同时起作用的人，可能将来这个在这个会计师这个行业的这个职业发展前景更会广阔一些。那么大家在英国呢都知道有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每年呢四大都会招很多的培训生。但是呢近四大的这个成为他们培训生的这个竞争也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其实呢如果你想在英国成为会计师，不一定非得要去竞争四大的这个培训生的名单。任何英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每年基本上都会招培训生。他们的这个规模呢可能从小的事务所只有一两个有几个合伙人，到非常大型的事务所有几百个合伙人，基本上每年都会招一定数量的这个培训生。那么这些事务所的名单呢，如果你去比如说 SEW 的网站和 ACC 的网站上都能够查到，
有的基本上应该是他们每年招培训生的名额也都会公布出来。那么这就给大家其实找工作有一个非常指引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至于谈到就业前景，首先我觉得如果你成为这个 ACEA 或者 ACCA 在事务所考下所有的考试之后，如果你是对金融行业感兴趣，那么假如你想加入商业银行或者是投资银行或者是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刚才像那个方说的保险公司，其实你只要是任何的在英国的金融机构都对持有这个会计师资格的人都会另眼相看，就是很容易就是让你在其他的求职者当中来 stand out。 因为他这个不光他这个会计师资格不光是给你了对你这个会计师这个业务知识的一个肯定，其实它是对你整个人的这个思维方式学习能力还有这个其他任何方面其实都是对你的一个认证。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很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职场的一个敲门砖，可以说是即使你比如说原来我在商业银行工作，即使是商业银行的 front office， 它的主要的工作是BD， 是发展客户，如果你去申请你有一个会计师资格也会对都是对你是另眼相看的，因为就证明整个你的人的这个素质就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如果你在会计师事务所拿到资格之后你想去企业，那么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大型的跨国公司它的 CEO 很多 CEO 都是从 CFO 转过来的，CFO 就是这个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其实是在企业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他不光是参与企业的这个财务的管理，其实在西方的这个CFO 他是在非常早期就参与到企业的这个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仅次于 CEO。如果你又拿到比如说中国的这个 CPA 的资格，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会计准则和世界的会计准则接轨其实还是有一定的gap 的，所以对这种既了解中国的会计师准则又了解国际会计师准则的这种会计专业人员，在任何这个大型的国际企业当中其实都是非常欠缺的，所以这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在企业里边的这个管理的职业发展路径。那么另外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你想创业，那么不言而喻，如果你对财务了解，对这个财务知识有非常好的把握的话，对你将来自己创业，对这个企业的这个你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公司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如果你想留在事务所，那么合格以后呢，考过会计师考试之后，那么从这个助理会计助理经理到经理一直到合伙人，这也是一个非常 rewarding 的这么一个职业路径。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静茹女士，她就是当初在英国拿到 MBA 资格之后，然后加入了一个小的事务所，那么现在一直做到 BDO 的合伙人。下面呢，我们就来请静茹女士为我们分享她的这个职场经历。首先我们请静茹先自我介绍一下吧。谢谢 Grace。大家好，能听见我说话是吧？可以听见。大家好，我是静茹。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在来这个英国之前呢，我在中国政府负责外商投资审批工作了5年半，然后呢当我快30岁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同学基本上都出国了，他们就说静茹你30岁再不出来你就出不来了。然后后来我就跑动出国了，一开始申请美国拿了全奖，但是他们拒了我5回，后来没有办法来了英国，在伯明翰大学读了那个研究生，
读完研究生之后呢，就选择考会计师，考 ACA 啊，考了三年之后就拿到会计师资格，然后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直到做到现在，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跑动英伦的这个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交流。那么进入当初你是怎么会就是拿到 MBA 以后要想到就是要成为会计师的呢？是怎么个考量呢？选择这条路径啊，我呢跟那个就是一般的这个就是毕业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毕业生项目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我就是是工作了五年多出来了嘛，出来之后呢，当时呢想法也很多，也对其他的这个各种可能性也做了很多的调研，但是后来想的就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嘛，总得要积累一些能够就是说比如说为将来，我就说大家都是说这个选择的自由度嘛，对吧，选择自由度能够提升这个自由度的这个事情，所以呢当时呢就选了这个考会计师，然后我就成了就是我们班上不是这个考会计师大家去做培训嘛，就 BPP 啊这些，然后我就成了这个最老的这个 trainee 啊，这个坐在我旁边的不然就是18岁高中毕业的，不然就是21岁大学毕业的这些人，但是整体上就是考试就是整体上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就是辛苦啊，辛苦是辛苦的，但是Grace 你想想其实大家在这个积累的这条路上，如果你真的想就是能做到什么程度，无论是为了就是成功是怎么个意思，就是成功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不一样啊，无论成功对于某一个人来讲是个什么样的前景的话，总得在某一段时间之内努力过这样子。那么你从拿到资格以后再到要带团队成为 manager， 这个要经历比如说哪些认知上啊或者技能上的提升呢？这个过程是这样，我当时呢可能比大家要成熟一点，后来就是进了会计师事务所做到这个合伙人之后啊，可能就是说明白了很多，因为给很多我们的小朋友做他们的 mentor 嘛，然后就是说之后积累了很多的经验。那从这个我们说你在考会计师的资格，就是你进一家所考会计师，其实在英国来讲这个东西本身呢门槛并不高，我们 BDO 也好四大也好每年都有这个school leaver 的 program， 就是高中上完了你都可以上，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专业没有那么挑，然后你也可以加入这个 graduate scheme， 当然现在呢都竞争有点激烈，所以呢很多的那个 online test 也有啊，都要进来之后呢就是考试，在这个考试的过程之中呢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啊就是都有一个就是三方签的一个协议嘛，就是你本人会计师那个 ICAEW 和所他要约束你说三年要把这个试考完，就是说我现在这里我觉得啊，就是我自己本人我考过这个，我也见过很多在考试的这个过程之中啊，就是先往前一步说一下，我觉得还是在一定时间之内给自己一个目标，把这个试考完，是比较现实的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就是说，有的人考 ACC 也有考过很多年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第一呢是因为你总有考试这个事儿老考不完对吧，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试考不完你就到不了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阶段对吧，然后就是说我们先这是考试之前那个阶段，那说到考试这个阶段呢就是说那考试的这三年过程之中其实呢还是蛮简单的，就是你有工作，你上面有很多层级的人在带着你工作，然后基本上呢就是工作这块呢就没有那么多可以操心的事情，你就进去做事情就好了，无论是在哪个服务线上，然后呢你考试基本上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呢就是除了考试和工作以外其他能够再去做的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多，就这三年之内还是蛮紧张的啊。然后就是考完了试之后呢很多人都觉得哎我考完了我拿到会计师资格了我要换工作，我呢是不建议大家在这个阶段换工作的，就是包括就是 BDO 也好四大也好就是所有这些大点公司招人吧，他的计划其实都是
小朋友进来三年，然后至少要再待个两年三年。这个呢就是说雇主当然愿意这么做，因为刚刚你刚刚考过试，然后这个阶段呢就是他要培训你，但是呢在这个阶段你能为雇主贡献的也比较多。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对于从纯个人的角度来讲，是因为你拿了会计师证之后，其实真的在工作经验上没有什么区别，然后一定要工作个两年三年之后，然后你的那个就是整体上工作的这个复杂程度啊各个方面呢也会上层级嘛。然后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就有了带你这个团队里小朋友的责任。那这个东西本身呢它是一层一层递进的啊。然后就是说我认为对每个人来讲，无论是他是不是在会计师行业，从把一件事情做好到带着人把事情做好，都是一个质的飞跃。然后每个人都会觉得不容易，因为就是说首先第一你得要能放得下，哎，你原来觉得有很多人他都有，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很多人都是半完美主义者或者是完美主义者，他就想把这个事情做得特别好，然后他要信任另外一个人把这个事情做得特别好，那那个人可能肯定是没有他有经验，没有他做的年数多嘛，那肯定就不会有他做得好。那你怎么样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别人，再监督他把这个事情完成到质量要求的这个标准，这个是很多人都放不下，或者是说至少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放得下，找到这个中间这个艺术吧，这样子。这是一块。然后再一块就是说你至少就是说比如说无论是你管理一个项目，你责任就多了嘛，你上了一个层级责任就多了，你要让别人替你做一部分工作，你自己又有一部分工作，然后你有对上面的汇报，就是你是比较中间嘛，对吧？然后就有了这个上中下甚至包括左右，包括有一些跟客户沟通的这些责任。那这方面呢就是说还是要就是说有意识的去自己弄一个目标。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的一个导师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你要给自己有个目标，就比如说就说有人要去爬山啊，爬到4000米的这个高山拜去看一个庙啊，然后他就开始爬爬爬爬，哎，爬到了4000米之后，他发现那个庙在不远处的另外一座山的上面。其实这个目标就是这个庙，你可能达不到你所说的那个目标，但是你爬了4000米，你经历了你爬4000米所有应该经历的，然后你看到了100米、200米、300米到3000米到4000米的所有的高度能够看到的经历过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所以我建议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目标，就是哎，无论你在哪个层级上面，你是考过了试还是说你考了试然后两年做到 manager， 还是说我做到 manager 之后我去一个行业实现我的一个梦想，我自己去创业，各个方面吧。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就是说哎，你这个 你自己这个列车要往哪开的这个计划。因为我认为就是有这个计划跟没有这个计划它那个能够实现度还是不一样的。嗯，这样子。嗯，非常好。如果从 manager 呢下一步就是奔合伙人了，那么我知道在会计师事务所其实这个能够升上合伙人的这个瓶颈还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竞争还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所以怎么样才能就是说能够成功成为一个合伙人呢，你觉得？这个事情这样啊，就是我可以这么，就是你做到一个 manager 之后其实选择会很多，你可以去一个行业，去保险业，去银行业。其实就是说当你拿到会计师资格之后，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了两年三年之后，然后你会有很多知识的积累，然后其实你去其他的行业甚至到一家大公司里面那个财务部门也都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要你可以往上走，做到 director level， 然后再去当合伙人。就是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决定说哎，会计师事务所是合适我的，我要待在会计师事务所里面，那这个东西呢有它也有壁垒啊，到这个阶段就有壁垒，到了总监阶段就有壁垒。就比如说一个人到了35岁40岁再想来，原来没有在会计师事务所里待过，再想来进会计师事务所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压力，就是他的工作压力，就是说我不知道在线的有没有在国内当会计师的人啊，在国内当会计师的人可能如果你在审计上的话呢，可能就是
每年那个忙季，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年末不年末一样，12月31号嘛，所以我们国内会计事务所的忙季，像立信呢，都是11月底到第二年的4月底，基本上大家睡觉就睡6个钟头，就这种工作压力、这种强度、这种压力就是特别大。但是在英国来讲，可能就是，如果你想从一个 manager 往上走的话，这个压力就是来自于他没有工作强度没有那么大，基本上周六周日都是可以休息的，有的时候会加班，但是真的加班跟国内比起来真的就没有那么就比较容易的生活啊，容易的工作。但是这个挑战来自于就是说你有不同的客户，然后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需求，然后你要跟不同的客户去打交道，然后你有你的团队要管理你的团队，然后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最后期限，你要满足这个最后期限的要求啊，这种挑战。然后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越往高了走，就在会计事务所这个层面啊，在其他行业也有，但是会计事务所可能更这个明显啊，就是说你就有三层角色，第一层角色就是你之前那角色做工作的人，第二层角色就是个领导者。第三层角色就是你是一个business owner， 就是你每个合伙人都是这个会计事务所的这个所有人之一嘛，对吧？这个三个层面，那这三层面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就是可能有很多人他适合说，哎，我干这份工作我挺好的，然后他也可以当一个领导者，就是他可以领导说一个团队把这个交付都做好，然后合伙人最大的一个。就是挑战啊，我觉得从 manager 以及这个director 变成合伙人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拓展，就是 business， 就是拓展业务拓展能力。那业务拓展能力很多都是说，就是在这之前其实你很多可以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内部人打交道的，那内外还是有别的嘛，对吧？就比如说你会计师事务所里面有些东西可能有了风险，可能这个那个，那别人可以提醒到你，或者是说哪怕就是出了错也可以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包括内部的沟通的电邮都可以不用那么小心，对吧？我跟 Grace 内部我发给你了，哪怕错了我跟你道个歉没问题了，但是你跟外部去，外部的话这个可能就增加了一层难度和挑战性。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去做业务拓展这个事情，就是说比如说一般情况下都是你要跟陌生人去打交道，比如说很多的客户说，哎，静茹你给我们那个这是我们的服务需求，你帮我们来报个价格，那其实你接触的这些人里面可能当初介绍你的人是我们认识过的人，对吧？但是你在打交道的这个过程之中基本上80-90%都是你没有打过交道的人，就是说你是不是感觉这个是你要的，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决策，这样子。但是就是无论怎么样，就是这个会计师的资格还是就是为大家打开很多扇门，因为就是说他跟很多的行业，很多的这个包括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商业世界，对吧？就是在商业世界里面，这个财务会计以及相关的融资咨询各个方面，无论你在哪方面的积累，它都能可以渗透到很多的行业去，所以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非常好。那你现在成为合伙人了，那么作为一个合伙人肯定工作压力是蛮大的，那么那工作当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呢？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如果一个人选择留在会计事务所啊，就是他认为的这个乐趣肯定有几点啊，就是几点的这么一个组合吧。第一点就是说你的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可能面对着相同的客户，每年加上几个不同的，就是新的客户，每年走几个老的客户，有不同原因啊。客户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你每你第一呢，你会去见到很多新的人、新的事儿，然后再一个就是客户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其实就我们现在处于，比如说，就拿个现在打比喻吧，就打比方，就是，这个新冠病毒给我们的很多的客户，包括我们会计事务所以及四大啊，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期。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对于大脑来讲，最大的挑战是未知，就是说，这个事情的影响结果以及就是这些行业往哪里走都有一部分是未知的，那未知就是一个挑战的部分，但是同时它也给大脑带来乐趣啊。就是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的那个知识的更新，在会计师事务所里面
以及积累肯定会比在一个某一个行业在某一个公司里做肯定是一直你的知识都是超前的。这个就是很有乐趣的事情，因为人的大脑需要新的东西，无论是新人还是新事还是新的知识。然后挑战呢也就是因此而来。然后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就是我们会计师事务所其实永远都是走平衡木的，就是你不可能就一直稳稳的在这里待着，没有一天都没有的，就是你可能觉得哎我现在达到平衡了我挺好。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包括我们前六大会计事务所的挑战是，其实审计行业的挑战真的很多。首先就是监管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公众对我们的这个监督，然后再一个就是突然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业务就多了很多。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行业积累人才需要很长需要时间嘛，它不是一个说哎这个哪怕就是一个呼吸机，就我们说前段时间呼吸机也可以在40天之内生产出来。但是会计师行业出人才是都是有年限的，就小朋友考出来要三年，然后三年完了之后变成一个大概经理高级经理至少要五年，这就八年对吧。那八年以前我们没有预见到这个整体行业都没有预见到现在对于经理高级经理的需求是这么旺盛。所以我们现在都面临一个挑战，我们有很多的客户和业务，但是我们缺这方面的人。这个也不光是我们 BDO 啊，就是类似这种挑战，就是这种配置资源配置客户，以及就是说怎么样去预见说商业世界里面会发生什么，然后来准备，就是这个一直都会是挑战。非常好。那么下边金如给我们就是介绍了整个一下他的这个整个从培训生到合伙人的这么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么一个事业通道。我不知道下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我们非常愿意就说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是可以直接问吗？还是需要举手问？现在只有可以你问吧。好，OK， 可以直接开麦，好的。谢谢 Grace， 然后也谢谢静茹，然后我觉得非常有用。其实我不是会计或者是金融专业的学生，但是我想了解一下，如果拿了 ACA 这样子的证书，那它对其他的职业发展路径有没有帮助？比如说你今天不是拿了会计职业证书之后，就想一直做会计师，或者是一直在会计师事务所待着，那如果你去了其他的行业，像 Grace 刚刚也提到其实是蛮吃香的，那我想具体了解一下会怎么样 apply 到你在 work 当中，或者是怎样具体是怎么样会让你更怎么讲，会让你的履历看上去更加的专业或者更加的吸引人。这个事情这样的啊，就是会计师行业可以转行的行业有很多啊，就是高大上到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像高盛、花旗这种投资银行。因为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投资银行无论是买的团队还是卖的团队，因为它分买卖嘛对吧，它所有的这个团队配置里面都会有一个懂公司财务的人，然后还有个懂法律的人，还有个懂这个交易的人对吧。类似这种组合基本上五个人嘛对吧，有个 team leader。那你其实一直可以做这个人，然后你还可以去做这个行业分析师。就是你如果做了会计师之后，你想去一个投行也好，资产管理公司也好，做行业分析师可能也是一个挺好的这个就是机会啊。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转到公司里去做公司的财务，那这个就是任何公司。但一般情况之下，像我们的同事比如说做到高级经理想转行，或者那个 director 想转行，他可能就会转到他那个，因为现在其实英国就是他的那个审计分得很细，就是哪个行业呀，哪一块啊，他基本上比如说我们做这个commercial markets 这个或者是 technology， 他基本上他转行的时候他就会转到，因为这个是他熟悉的行业嘛，他就会转到这个行业去。那他转行了之后，可能这个挑战也好，就是压力也好，可能就
就是就没有那么大，工作生活的平衡度可能就会高，然后跟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每个人的那个生活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不一样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样啊，就是你无论想做什么，我觉得一开始在会计师事务所做几年有规律，就是我们叫有系统有规律有纪律的这个生活之后呢，主要是给你一个就是给你这些纪律性，给你这些知识，然后给你一个去分析判断和学习的能力啊。然后其实它是这样的，其实为什么就是说我这么多年啊，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为什么会计师行业跟律师都作为 professionals， 其实它某种意义上跟医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说你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其实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来信任你说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交易啊，各个方面其实就跟一个病人去医院看病信任医生一样啊。那在这种问题，在这种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我们的责任还是很大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天天在做啊，就是像我做到现在可能去做审计做的都少了，我们做那个大的咨询项目做了很多，像并购兼并啊，像那个包括法务会计啊这些东西。比如说待会儿我们1:30还有个电话会，就是要聊说我们把这个尽调都做完了之后，那他就会要去跟卖方聊说，哎，我们尽调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那在我们这个之后的这个交易过程中，估值上我们要怎么做，这个架构交易架构上我们要怎么做，以及就是之后就是说管理层对于我们这个保证，就是因为他有个利润保证上面怎么样来去做，就是整体上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你对于这个就是买方这个上市公司的责任，就真的相当于一个医生，一个专科，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生对于一个病人的责任一样了，这样子。这个就是，但是呢，你有了这个专业知识之后，就可以被运用得很好。另外我补充一点，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英国拿了这个英国的这个学位，那么假如说你想进说银行，比如说汇丰银行、巴克莱银行这些银行，如果你只有学位的话，那么你想进银行一定要就是去申请它的 graduate scheme。那么这个 graduate scheme 其实也是据我所知也是竞争非常非常激烈的，不是每个人，基本上是千里挑一的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拿了会计师资格，比如说你先去事务所工作3年，然后又拿了会计师资格，然后你再去申请银行的工作，不管是前台还是中台还是后台，只要是金融领域的工作，你有会计师资格，你都可以作为一个 experienced hire 这样。那么起码就是跟你竞争的人同样一个职位竞争的人要会少得多，那么你这3年这个会计师事务所的经验和你这个会计师资格，它都会对你将来在金融领域的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会很看重你这个3年的经验和你的这个会计师资格，这样就可以让你 stand out。 好的，谢谢，明白，谢谢。好，下面Jessica， 你有先是方。哦，对，先是方。啊，好的。那个静茹 partner， 那听你讲完之后觉得非常的受益。我有3个问题。第一个是我觉得能在 practice 里边继续待下来的人吧。怎么说吧，这像一个金字塔是吧，你进每年招的是20个人左右，一个部门，然后呢就一点一点的路子变窄了，然后只有10个人升了manager， 然后只有3个人升了 senior manager， 只有1个人升了 director， 然后可能要做很多年之后才能升 partner。 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不是说今年招的20个人，然后这10年之后20个人都是 partner， 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说在这种表象之后，根据你的经验，你觉得是跟这个人的性格有关，就是让我觉得这个能当 partner 的肯定就是不能说心狠手辣，他就是一个狠角色，这个心特别大，然后像你说的那种半完美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那你就得放得开，你得信任别人，你有很多特质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存在的，你这
有什么看法？你觉得是与生俱来的呢，还是说这种东西是可以被培训出来的当领导的料？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讲的非常对，就是你们一直是站在这个 training 这个 knowledge development 的这个前沿。像我进入四大的时候，可能是我 training 最多的。我出来了之后呢，在大公司他如果有每年这个 auditor 跟我们来一个 training 啊，给你 update 一下说今年 IFRS 17有什么新的进展啊什么的。这是一个机会，也是靠着你们这样的人。但是如果说自己去掌握一些 training 啊什么的，就好像这个机会就很少。所以我想请教你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哈，就让我们能 stay on the front 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最后第三个就是有点争议的问题，就是在去年之前这两年，就是对那个 auditing 的，就是尤其是四大还有很多大公司，就有一些 scandal， 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那就是让大家对 auditor 的这个印象有点变差了。我觉得跟我十多年前 training 那阵儿好像有点更难过了。当然跟您个人没关系，但是就是我想问问您这个您的这个看法，你觉得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好，就这个，谢谢。我倒着回答问题，就是是这样，就是审计行业确实是现在的那个挑战真的前所未有。然后呢，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很多原因啊，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公司很大规模的公司，其实审计师某种意义上来讲能够发现的，在他审计过程之中能够发现的这个相关的东西真的就是没有那么细那么多啊。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审计师有这个职责，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对于这些监管也越来越严格，所以呢审计这个行业我认为未来的3到5年会面临很多的变化，包括就是说目前为止现在四大就想把他的审计跟他所有相关的这个服务独立出来，就是审计就是独立的。然后就是说因为其实他有很多的争议，就是说你提供审计服务又提供很多其他的服务，然后你就不是独，就影响你独立性嘛。然后我认为他们现在都在，包括 BDO 也在做一些准备，就是说一旦比如有一天英国无论是这个监管需求还是行业上普遍都是说要独立出来的时候怎么样来做啊，然后其他的业务怎么样来做。然后再一个就是会计事务所呢，就是包括 BDO 也在做，就是说它不同的就审计行业占它相关这个咨询的比重，比如说审计、税务、咨询，包括企业融资这一块占的比重，其实有远见的会计事务所一直，如果它可以，它一直都在调这个比重，它的审计的比重会往下降。这也是为什么说四大以下的其他事务所包括 BDO 现在有很多的业务做不过来，这也是他调整的一部分。那 BDO 也在调整，就是这个行业从上到下都在调整，这个审计行业3到5年之后，5年之后跟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就是5年之后的趋势肯定就审计就都独立出来了，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然后其他的业务怎么弄，现在架构还不是很明朗这样子。但是大家对于审计师的这个就是这个看法来讲是这样啊，就是说可能我们还是拿那个医生来做例子，可能这个医生出了医疗事故，对于这个医生的看法都有很就有负面影响啊。但是就是医生的职业会一直存在，审计师的职业以及会计师的职业也会一直存在，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刚性需求啊，就是因为他这个过程之中无论是上市业务也好各个方面的业务也好，他都会需要会计师存在，所以这个职业作为一个专业职业也在存在。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是技术进步的挑战，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记账的业务基本上一半以上已经实现 AI， 就是说他那个 AI 认那个发票，就是认扫描发票比人认的要准，人可能看不出来但他能读，就是他在不停的解放人工，还有就是把那个就是能够就是非常程序化的往里输入的这个东西，我认为都会被人工智能代替这个行业。然后包括审计这个技术也有人不停的在研究，我认为肯定是一个技术进步的过程，然后人在这中间其实就会起到只做增加价值的部分，或者是说这个 AI 做不了的部分这样子。比如说这个对于风险的评估，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是对于风险评估来讲，就是有合伙人有相关行业很多年经验的人也有一个很强的，我们现在这个技术支持部
就是技术部就有500人，现在 BDO 500人，我们一共大概不到6000人，500人是做技术支持的，就是在不停的去就是审计，主要是审计的技术支持，风险控制这个方面。那其实四大会计事务所嘛，只能就跟我们都差不多，就是这种。所以这个行业是在不停的在演变，来适应大家的需求，然后想保护它作为专业人士的这个位置，在人心目中的位置，也会不停的演变，这是一个。然后那个你问的之前那个问题是，哦，就是一个是 training。再一个是、training， 好好好，我现在在不停的 mentor 我身边的人，所以我对 training 的这个感悟非常深，以及我自己的这个发展。我觉得 training 分不同的层次，那很多人可能都会很容易把 training 看成是只是技术层面的，就是说我们还做，因为医生的例子比较明显，其实会计师律师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所干的这个事儿的专业领域的咨询，无论是审计这个相关的这个准则的变化，以及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比如说保险行业某些相关的保险产品的这个估值以及记账怎么去记，然后它是怎么变化的，类似这是一块儿。然后这块呢其实呢是蛮容易获得的，就是说你可以去，就是像我们这类会计事务所它都有那个就是技术支持的，就是如果你有审计师或者是有相关的这个支持的话，你其实可以跟他们要这方面的培训，你就跟他们说我们要付费，你给我这30人做这个相关的培训，他们是一直可以的，我们一直做这个培训，因为他们这个里面是有积累的，就是怎么样变化，什么时候变化，然后变化了之后的影响是什么，这个是比较容易获得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作为在工作层面上的管理以及领导技能的培训，这是第二个层次。因为如果你想往上上，你不能总是只干活只干事儿，你得提升你这方面的能力。然后我觉得这方面特别的重要。然后这方面能够获得的，比如说像 BDO 他可能就会去安排一些课程，比如说高级经理级啊，或者是这个 director 级啊，或者合伙人级应该做什么啊。但是呢可能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比如说保险业其他行业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这个呢就靠你自己去有一个计划。如果你不能自己做这个计划，你可以跟你的这个上级上下左右聊，主要是上和左右聊，就说哎，主要是比你经验多的人以及比你工作年限长的人，你就说哎，我想这样，你觉得我怎么样会比较合适？因为我现在每天都在给我们的高级经理和 director 级，给他们，我会花时间跟他们聊，聊完了之后我会说，哎，我觉得你应该这样。然后很多层面上我们也会买入一些那个培训，就是领导力啊以及管理方面的，我们其实买入很多培训，然后也会给每一个人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计划。我觉得就是说你得做你自己这个培训的主人，就这个层面上之后，就是你得做这个自己做这个主人，然后你做了这个主人之后真的会不一样，两三年之内就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很大的不一样，就像你跑步你跑了3个月感觉跟你不跑不一样一样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层面呢，培训是我们作为无论是培训也好，还是就是说变成更好，就是说我们处理人，作为一个人，无论是社会人家庭人和我们个人层面上的这个提升的培训，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这几个方面都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把这方面落下。就比如说吧，我们怎么样去对待生老病死，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就是安排我们自己的生活，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经常跟我身边的人说，如果你是个女人你想生小孩，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我之前就没想过这事儿，我觉得就一直都没有想过这事儿，说我一定要在35岁之前把小孩生了，结果我想到的时候我已经37、38了。我很幸运的有了小孩，但是我身边很多人都不能有小孩，我觉得这个事儿也很重要，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培训，就三个层面，我觉得对我们就是将来我们肯定是想做一个开心然后独立，然后就是说能够在我们想要有点建树的领域去实现我们潜力嘛，对吧？你实现这个了，这些之后，这第三个层面也是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那个培训的三个层次，你一定要做这三个层次的主人，有意识的去做这些事情。就比如说我吧，怎么对待生老病死的这个事情，我妈没了之后我才想去琢磨这个事儿，然后后来搞了，我妈已经没了13年了，我在她没了10年之后把这个生老病死大概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也很重要，我们只有身心健康了才能去做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做我们的领导，做我们完成我们的，我们做社会人，我们做我们这个家庭人，对吧？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这是就是培训的层，然后一定要你自己做你自己主人。我再说一遍，重要的事说三遍。然后就是还有你问到这个当合伙人啊，现在那个合伙人呢，在英国其实会计事务所里跟中国比起来啊，英国是会计师事务所比较发展最先进的地方之一，跟美国比也很先进，因为我们美国所也很大，经常跟他们交流啊。所以他们那个合伙人跟下面的人比基本上在1:10-15之间，其实这个东西蛮扁平的，下边没有那么多人啊。然后就是说当合伙人吧，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层面做到合伙人这个级别，无论你在哪个行业啊，就是你大概做到这个层级，因为其实首先当了合伙人是责任多了，真的责任多了，就是你一层一层往上，你就会发现你肩上的责任会越来越多啊，你应该负的责任啊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是你说的这个心大，你肯定是要慢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三个层面的这个培训，随着你年龄阅历的增长，以及你有意识的去做这方面的培训之后，你肯定是心大了的。心大的这个意义之一就是你能够放下你应该放下的东西和事情人和事儿。因为你放不下你会被累死。因为你晚上人和事儿就很多嘛，对吧？然后就是说性格上面来讲，其实我发现啊，我们公司的这个很多的合伙人性格上面都啊，他们慢慢都不是说佛性了，都变得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看比如说我吧，我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很风风火火，然后很厉害的角色，就是说比如说我觉得哎呀，我觉得我很小就学会的一个事情是，我从来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爱怎么看怎么看，我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慢慢之后就是那三个层面的这个培训搞到一定的这个，因为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积累嘛，你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反倒会平和很多。因为你就会就是很多事情你跟年轻时候的比，第一你的看法，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处理度可能就不一样。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那个 Grace 做了一件事，可能让我感觉，我跟 Grace 比较熟，所以我跟他开点玩笑也没关系，做一件事可能让我感觉啊怎么会这样，我就会去做。但是我现在反倒不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这个事情对工作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然后我又不想让他感觉很差，我可能就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处理了。就是说看你要什么样的结果。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人之所以变平和，还有一件事就是说活清楚了，就是说到底什么人什么事儿跟你的工作和生活相关。人很容易为不相关的事情去一二三，但我觉得没有必要。还有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职业人啊，比如说吧，很多年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然后我有个同事受伤，我们去医院，然后我们都很伤心，因为他是出了车祸，没事，后来被抢救过来，但是当时就血淋淋的，那个医生就很冷，就是他当时就都流着血什么的，然后那个医生说不行，得先去拍那个脑部的 CT， 他很冷，就开那个东西啊，然后我们就说，哎，你怎么一点都不那什么？后来我明白啊，就是医生、律师和会计师，其实我有一天突然在 CT 里面去，就我们做上市，然后我在那坐着吃午餐，然后很多的人进来，男男女女都穿着西装，然后大家这样，我突然就发现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越中性越好。大家为什么就是其实就他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他就真真正正的变成了职业人。这个中性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很多时候把情感的东西拿出去多一点更好，就是没有那么多情感的东西更好，就是其实它是中性客观的。这是我就是做这个行业十几年以后明白的一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就是能做到中性客观。就比如说吧，我可能之前跟你不愉快，对吧？
我们都一起工作在这个公司，我可能好长时间没有项目一起做，然后我又一起做项目了。我跟你，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对，待你如初恋，就是跟初相见一样，因为这个能达到最好的结果，我没有必要跟你有那么多的感情纠葛，这感情纠葛是无论是我喜欢你不喜欢你什么，其实某种意义上这个不相关，只要你把那项工作做好了，我们就都很好。就是这种东西，这超级拎得清。要很长时间，但是呢就是说你在工作上就是要这样嘛，这也是心大的一部分，就是心变大了，格局变大了的一部分。因为一个人到往层次上走，你就是要把这个都弄清楚，这样子。然后呢就是说他不同的性格都可以成为合伙人，但是呢他要找到一个有不同性格的人，有完美主义也有，但是我发现完美主义就是会很难，承受的会更多，我觉得会抑郁而终。没有，但是我们公司是这样，这个比例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现在大概有280个合伙人，就是其他的就是也大概两三百三五百这种，四大啊五百，每年得癌症的比例在1%-2%，还是蛮高的。还统计这个呀，真吓人。很少聊这个事儿，但是呢也不是这个行业特别，其他的行业到了这个级别可能比这个比例更高。就是说我现在说这个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修炼到那个心大到一定程度，至少就是你健康你开心，不然就别做这个事儿了，因为没必要，生命太短了。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虽然说的是任何人都可以修炼到那程度，但是我觉得还是人的基础性格，就是你的这些 basic 这些 essential 的东西里边有一些决定因素的，有的人他就确实就不适合，特别 sensitive 的那种人，或者就特别 vanilla， 然后跟谁都爱打成一片，然后就像你说的咱们上次不愉快了，他可能还记得很久，真的是有这样的人，所以也、yeah.我觉得应该按照自己的性格，然后看是不是 enjoy 这个事儿，是不是合适。因为其实，在英国说白了，你要考了会计师，总能有你合适的事儿，你开心。对对对对，你不必要做那个合伙人。在这里非常纠结，非常那个没必要，做什么都没必要，在那种状态下做。OK， 非常感谢老师，本家，咱俩都姓刘。对，好，谢谢。Grace， 你 mute 了。下一个是毛毛，毛毛可以提问了。啊，不好意思，我用的是手机，那个私人手机，但是我名字叫 Jill， 不好意思，这个每次都忘记改。是这样，我有一个问题。首先，谢谢静瑜合伙人你的分享啊，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可能要稍稍做那么一点点铺垫，这样的话呢，你可能才会知道我这个问题的初衷。所以就首先跟你刚刚回答的那个问题是有一定联系的。那么觉得你之前有介绍你自己的时候有提到说你大概是20多岁的时候从国内工作了5年以后来到英国，然后考证，然后升到今天作为 BDO 做合伙人。那么也就是说你可能和这边当地出生的所谓的 BBC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我也是一样的，我也是国内出生然后来这边生活的。那么我很想知道，就是说作为一个，首先作为一个女性，然后又作为一个所谓就是 ethnic background， 就是一个非不同文化这个background， 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女性，然后在一个英国本土的公司里面一步一步爬到合伙人，就是说你中间肯定有经历一些这个挑战，那挑战当然有些文化的不同，因为就是你出生中国的文化和这个西方的文化是有很大一定程度的冲突，那么这种冲突当你做到一定职位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容易看到，当你是做一个小的 junior associate 可能并不一定看到那么多。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你提到的所谓的这个中性客观啊，那么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作为一个女性，我们本身就是出场这个 set up 它就是偏感性的，那么
就是肯定是要想办法就是往中性那边去走一走啊。那么就是说你在生就是你这个 career 这你的工作 career 这一路上以来有没有在这些文化啊或者中性客观方面或者甚至在可能就是说所以我们都讲英文讲的都很好，但是有些时候这个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经常讲说说话要圆滑一点，就是不要直邦邦的说，然后那么英文里也是一样，它有很多时候表面是一层含义，下面还有一层含义，搞不好有些人特别愿意讲的话要三层含义。所以就是从这三个方面你有没有遇到一些这个挑战，那么你又是如何 conquer 这些挑战的？谢谢。啊，这问题非常好啊，这个挑战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就是从我参加工作，从我来英国到现在一直都在。然后就是说我原来啊，就是说我原来就是刚来的时候，我认为就是说中西方它是这样走的，然后由于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它是可以这样的。我现在明白它是会一直这样的。同意，非常同意。它是不可能走到一条路上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太不一样了。你也不要自己认为说我要让他走到一条路上，因为是这样，我们现在那个老也有给大家的很多培训，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培训就是说你要明白什么是你能够控制的能改变的，然后什么是你不能控制不能改变的。那这个你刚才问的这个文化不同这块就是在你不能控制不能改变的领域的啊，就是无论从哪个方面分类都是在这个里面的。那这个里面的话就是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然后呢就是说那我现在啊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之后，我之前是不一样的，也有过教训啊，有过很多我也有很多教训。那我现在的那个处理其实就是说很多情境下呢你要就是说去把这个背后的东西先分析看透，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就是它有不同，有的时候会有冲突，有的时候人会对你有就是就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 BDO、因为那个我是 BDO 中国英国联系人联络人，然后英国所跟中国所之间有很多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因为那都有300多个合伙人在那里，其中呢就有一个合伙人，就中国的合伙人发了一个邮件发给很多国家，因为我那个也负责欧洲的这个中国服务组，嗯，他在很多国家说哎这个事情这样，然后对这个审计要报价发出去了。我跟这个中国的合伙人关系也不错，他之前也跟我说了，我说那你先发吧。发完了之后这个外国人啊，就是他们经过这么多年，我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它是会存在会一直存在呢，它真的就是存在这么多年了，我们其实也没少跟他们聊这些事儿，项目也没少做，这都是在一个比较熟悉的这个圈子里，不是说第一次打交道的这个外国人。然后这个每个所他都有一个那个国际业务联络合伙人，然后这个合伙人其中有一个我们很熟啊，很熟的合伙人帮发一个邮件回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因为你没有给我们信息。不是这样的，就是很直接。然后这个我们就跟他说了，说这个集团很大，但是他所有在欧洲的公司都是新成立的，其实他在邮件里写的很清楚。然后我们想让你尽量的去评估，然后给我们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他们现在要这个范围。然后后来我跟这个中国合伙人商量了一下，就是说这个其中有其他国家也回了，人家很委婉但说的是一个意思，只不过这个德国人就很直接就回过来了。然后我就跟合伙人聊了聊，我就说行，我们就再往下走一招吧，就是你就跟他说行，你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给你弄一个总体的，因为我们大致知道这个区间，我们就说行，我们给他们回过去了，说行，如果你们这些国家都不知道的话，那我们就弄一个总体的，然后给你们 allocate 到各个国家去，就分到各个国家去。好，这个邮件发出去之后就更炸锅了，然后就有的人就说了，说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我们根据这个 BDO 国际的这个服务合约我们是可以拒绝的。听起来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文化这种不同。那后来呢是这样，就是其实呢是这样，我们后来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因为
我们认为呢，就是 BDO 中国很愿意给大家介绍这家客户，这个客户也会是一个质量很好的客户。那其实在他新成立公司，大家真的不知道他交易量多少，那审计费其实也就无从，费用也就无从谈起嘛。嗯。然后呢，我们英国要好一点，我们英国有一个同一个行业跟他差不多，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因为那个客户已经搞了五年了，我们大概知道啊。嗯。然后后来呢，我们就跟大家都开了一个电话会，就说明了一下，说哎，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只能做到这样。然后就是说我们想做这个事情，那如果你这个国家也想参与想做这个事情，现在唯一最好的方法论就是这个，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那就请不要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因为其实我们也花很多时间去给你做业务拓展嘛，对吧？那你应该，我们给你介绍业务应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你们给我们发的那5封8封邮件，很不客气的邮件，我们现在就先忽略不计了。但是就是说，如果之后再有这种事情，你再这样，我们这个电话会就是为了告诉你说，你想参与吗？你要想参与，那你就是一个要想参与的态度，就是说，就跟打牌一样，你可以不玩，你可以选择说我不玩了，那我就告诉客户说，行，德国不在这个之列。如果你行，你还要玩，那你就得按照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最好的规则来 play。来 play 就不是说啪啪老打我们脸，对吧？我们要帮你忙，你还老打我们，那这个也不对。这个电话会开了很长时间，各个国家英语也说的不一样，你知道的。德国芬兰反正挺逗的那个电话会。不过我相信德国和中国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在用英文交流的话应该可能是最容易的，因为中国人讲英文是非常 blunt 非常直接的，那么德国人讲英文也是一样 blunt 直接，其实反而在 communication 上我个人觉得是更容易的这两个国家，但是反过来可能就不一样了。如果一方想要、啊、就是不直接说的，所以但这个电话会之后开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大家就统一了思想，我们是要往前走的，这个我们这个建议的这方法论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请你们跟你们国家的合伙人分享，以后这类事情都照此处理。然后还有那种就是英国人啊，英国人啊，我发现英国人是这样，他想说的事儿是非常直接的一个事儿，但是他老这样。对对。是的，所以中国的英国人讲话经常我会发现我夹在中间听着驴唇不对马嘴啊。但是这种时候呢，你就要分析一下，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们不想伤害谁，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又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或者是说他不方便表态，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分析一下双方包括你在内，你要什么，你要从这个沟通中间要什么，比如说你要的是说其实无所谓了，现在他回不回都无所谓，那你就可以放着。然后我现在发现很多事情是这样，就是说包括中国来的，包括这边很多事情叭一下来了，说这个事情很着急，你一定要什么什么时候。我现在就是我给大家一个艺术性，就是在不同文化之间这个事情啊，摩擦也好，着急的事情也好，大家都很就是烈火烹油的这些事儿也好，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说第一我不说话，第二我不立刻去反应，越这种事情我越不反应。我一般在下班之后这种事情我会考虑，但我不反应。他们也问我，就是比如说我们的 managing partner 有很多时候会问我，静茹你怎么想的，我说我明天早晨回复你，你就给他放一页，第二天早晨你再想想，或者说你可以把那个 email 写出来，或者你的想法你可以写一二三先写出来，写一个框架，第二天你再去想的时候你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就是你看这个着急是谁着急，是客户着急，是 BDO 中国上下左右哪儿着急。然后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很多着急的事情，就比如说有100件着急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件等着你去急诊处理，其他的99件都没有那么着急。然后我认为人在这种非常被 pushy 的这种环境，尤其是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很容易造成摩擦和误解不必要的，所以越是这种我就越要放，我能放的我放第二天早晨，我要再能放我就再放2天，这个事情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发展。和然后如果你一定要现在解决，那你就要坐下来好好的把这个逻辑性整理清楚。然后再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主张啊，就是这种时候啊，我从来不做这个事儿，我不会跟他们绕的，我可以不说话，
但是我说话的时候，我都会很逻辑性的把他们这个绕的这些，我就说啊，你绕了，就是可能有十个人在里面绕，就很多时候啊，就是这种复杂的事都十个二十个人在里面绕，然后我收到的时候可能都五十封邮件在那里了，然后我就会总结一下这个事情的关键度在哪里，紧急度在哪里，然后你很多时候很好的艺术是你把这些事实写出来，让他们去认同你一下。就我就会这样，我就是啊，你搞了五十封邮件给我，十个人在这里面，那我想把这个事情捋捋清楚，一二三。你们大，如果我的，我就会说，如果我的理解有偏差，请纠正，我就发出去了。我没有表达我的观点，我就先帮他们捋一捋他们的思路。嗯，觉得这个也很有帮助。嗯，我一般都会这么处理。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本质上的文化差异。因为我是中国的价值观，他们是英国的价值观，这个跟 BBC 可能还有点不一样。BBC 至少会在中间，比如说像我女儿那个，她就会可能更客观、更英国一点。但是我其实两方面都理解的，这么多年之后，然后我其实现在发现我也偏向英国这边，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更简单、更客观一些。但是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也是就是会一直存在的，就像就是说，比如说之前那些。包括 Black Lives Matter 什么类似这种东西，其实它都有历史的原因，很强的历史原因。然后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层面，很多情况之下没有必要上升到那个高度。基本上我这么多年还没有遇到说要上升到那个高度的事情。文化就是这种差异是这样，它的差异会一直存在。但是就是说这个差异跟你这件事情的相关性，就很多人很容易还是说就是说我们把情感，很容易把情感的东西掏出来揉进去。所以你是要做减法，你要把情感的东西给它摘出来，然后去看这个事情本身。那你一般怎么摘呢？就是举例说明，就是在你工作情况下，因为我们说这个有些说 easy said and done 嘛，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挺难的啊。至少对我来讲，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很难摘出来。有些时候，你首先要先给自己脑子里有一个概念。我没有想在这儿把这个感情揉进去，我在这中间是没有情感的，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时刻提醒自己，是这个意思吗？你提醒过一段时间之后，五年之后你就成了你的一个习惯。一个就是然后再一个这个东西本身吧，其实我还要说一下，无论是培训也好，各个方面也好，还是说你将来想当合伙人也好，到一个一定程度也好，很多时候你都是要违背你大脑的第一反应去做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会难，因为我们大脑的本身就是我想，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我也想进来揍他们揍他们，是吧？这是大脑的第一反应。但是你要形成一个习惯，说我要违背大脑去做这个事情，而我自己又不难受。这个东西要练。我发现就是第一年第二年可能会很难，但是我现在已经就是习惯了，就是因为我很多时候就是很包括有的人会劈头盖脸的来，我不知道你英文，你刚才说你英文名叫什么 ？Jill，Jill。有的人会劈头盖脸的直接 Dear Jill， 然后叭叭叭给你搞一通，很多啊。就是很多人，有的人也会说 Dear 静茹怎么样，包括中国那边也会。然后你很多想这都哪儿跟哪儿，跟我没什么关系是吧？然后就给你搞了一堆在你身上，这种时候都有。那其实你大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我要去解释，我要去。跟他们说这事儿不应该往我身上泼或怎么。但是你如果你形成了这个习惯之后，你就没有这种情感纠结了。如果你没有了这个，你就可以回去捋事实了。因为其实他们搞了五十封邮件，包括我们自己本身，他那个事实就那么一点被每一个人绕一圈，每个人绕一圈绕成个线团。就跟那个你就是我给你我看很多急诊室的那个，我一开始的时候纠结的时候，我会看很多急诊室的故事和文章，然后你就会看那些人，因为涉及到人命的事情，所以人都很纠结，那个情感就会到极致嘛，对吧？甚至比我们这种就更那啥。但是后来其实你想一想，因为我妈她我经历过我妈住院的所有这些，看到的也很多，然后我在那个之后我就变了，因为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家属情感的东西越少，达到的效果会越好。你在这个处理这个过程之中是一样的，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哪怕现在就有人说啊，静茹你怎么着怎么着，还有一点很重要，要建立你跟你同事之间的信任，
这个很重要。我为什么不着急，是因为我身边就是我的 reporting line 和我们 BDO 的这个最高层的领导，我这么多年我跟他们建立了信任 trust 和 confidence， 他们对我有 confidence。 就比如说可能 BDO 中国很多人或其他的都说我静如一二三了，他们可能因为他们跟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知道我怎么行为方式，他们不会相信，他们有他们的判断。你这个是要不同的去不停的去建立的，就是在这个与此同时要去做这个事情。那么你是如何去就是把这个做到这么好的？那我就是我还是希望用一个女性角度来讲啊，因为就是说我是做regulatory compliance 的这个 advisory 的，那么我在这里面就是不是跟律师打交道 FCA PRA 客户，总之就是我是在一个完全 male dominant 的里面，而且就是说在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团队里面差不多一两百人里面就我这么一个中国人还是个女的，你知道吗？就是也有别的女的，但是我说就是又中国人又是女的。然后我就觉得对，就是说你跟你的上司很有可能比如说是对吧，英国白人五六十岁的是吧，非常 senior 的，你跟他首先有个 generation gap， 然后呢作为一个女生我又不踢球我又不打篮球我又现在又没自己的孩子跟谁谁谁在一个学校读书，又没有这些 topic 对吧，然后你懂我意思吧，我又不抽烟不喝酒，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少了很多这个所谓的 basic 这种 scenario 和 environment 让你去 build up 这个 trust， 那么你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做到了这个 build 这个 trust 呢？这个很容易，我觉得那个时间上可能我们说的时间有点长，这个很容易，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你刚才说了这么一系列之后啊，我从小就没有像你这么想过问题。如果我是一堆白人里面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女性，我会认为这是我的优势，因为他们没有人会像我一样想事情，他们不是我，我不是他们，但是我有很多的优势。我认为就是说是这样，你可以去读一些我们可以 offline 聊也都没有，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是这样，他那个人与人间，就比如说吧，我们三个女人坐在一起， Grace 咱们三个女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这个跑动英伦的老大来了，他是个男的加进来，这个 element 就变了，对不对？反之亦然，一群男人在那聊天，来了一个女人，他这个化学反应都变了，一样的。然后你要在这个方面多去研究研究这个背后的真真正正的心理和其他的影响，你就会发现你作为这个少数女性在这个中间的影响很多是他们做不到的，你能做到很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然后你没有必要参与他们所有的谈话。在比如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包括现在啊，我们也是跟你差不多的环境很多，包括跟中国企业很多，他们都是领导人都男的啊，都是这种年龄比较大。我更多的时候是做那个倾听的角色，但是我会参与，我会有存在感，我认为这个东西很强大，会是你的优势而不是劣势。就是我这么多年已经实践了这个，比如说我的业务拓展费比一个男的去做业务拓展都少很多。这个话题已经很大了，我们是不是再找个时间然后再专门就这个对是进入这样的我那个文化的这个细节我们来谈一谈，因为今天静茹的这个时间很宝贵，我们下边还有好几个学员等着问问题哈。那么我们下边就下一个是 Jessica。谢谢 Grace， 谢谢静茹，你今天我觉得特别怎么说呢，特别这种 selfless 的分享，非常非常感谢。那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我现在其实是在投资银行做 internal audit， 然后现在是 senior VP， 那么其实也是就是除了正常的做 audit 做 engagement， 其实也会做一些 advisory 的东西，当然说客户都是内部的客户，那么除此以外肯定还有 people management。 然后我就可以感觉到现在跟以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如果看 calendar 可能一半以上甚至是百分之六七十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做 people management， 要不然就是 manage your clients， 要不然就是 manage your peers， 或者说 manage your own boss， 其实绝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跟人打交道，真正静下心来说我去看个 paper 或者说去看看这个团队的 work paper 的时间其实特别少。所以
其实我的问题更多的还是在专业方面的，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您对，尤其是 financial services 这个 internal audit， 或者说在这个three lines of defense 或者是 risk and control 这方面的这个 advisory 方面，就是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那么像我现在的话，因为就是投资银行，就是跟我们的业务本身跟中国打的交道也不是特别多，然后这个其实我跟那个 Grace 老师也聊过，其实我蛮想说将来能够做一些帮助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在英国或者说在欧洲这边的金融服务业的公司，能够给他们有一些帮助，因为说自己毕竟在这个行业做了蛮久，而且说对英国的这个监管框架什么也都比较了解，所以想就是问一下您，就是对于 internal audit, internal control, risk management 这方面 advisory 的一些这个发展的方向，您是怎么看？是这样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会去发展到更高一个阶段，但是呢就是说就中国我们是这样，我们跟中国来的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打过交道，有好多家都是我们的客户，不能说太就是具体到某家客户，但是呢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说这个方面的需求很大，然后有很多家都是在初始阶段，然后就是跟你现在做的工作可能还要再差20年30年都不止。OK。然后这个就是说这个有监管框架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英国是世界上监管框架最稳健的国家。这个也不是我说的，这个就是客观上就是这样的。然后中国呢是这个监管框架最控制性最强的国家，然后也是最能反映，然后也是就是最中国化的一个国家，在这种意义上，它跟世界上还是不接轨的啊，不接轨，就是很多都没有接轨。但是我们的中国的金融机构来了这里之后，那它又会，它得按照英国的这个监管框架来做嘛，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就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有个很大的银行，它来了这里，来这里之后呢，它有一个 internal audit 团队，然后有其他的这个团队都在，然后呢，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两方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冲突，就是英国人和中国团队文化的冲突就变得很大，然后这个英国的这个团队就集体辞职了，他有六个人集体辞职了之后，他就跟 FCA 反映说这个银行有文化的问题，他也不说别的，他就是 whistleblowing 说他有文化的问题，那这个事儿就大了。对，然后这个银行就处于有文化问题的这个问询阶段。Okay. 这个对于他来讲，他可能就不明白为什么会，第一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第二为什么这个文化问询了之后就会 trigger 很多东西。我给你举这个例子是说告诉你他们现在处的阶段。嗯，我们说的这个银行不是个没有名的银行啊，就是连这种银行在国内监管各个方面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我就说他有一个就是不同的鱼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适应新环境的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比如说明天如果你想换工作，换到一个很大的中国的银行在这边的这个机构里去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跟你做的工作现在可能就会对差至少10年20年不止啊，不止。其实我也是之前也是在这边可是最大的一个中资银行，我也是在这个 internal audit是看出很大的区别，然后后来就去了英国的银行，然后也是做 internal audit， 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一块无论是监管的要求什么还是挺多的，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 must have is not a nice to have，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还是会有一些发展的方向，非常非常多，会非常多，各个层面各个阶段，因为它那个阶段也会不同的往前走嘛，对吧？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深入挺专业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也挺想在线下可以和你更多的交流，因为这个毕竟是挺专的一个话题，就不再占用大家的时间。好谢谢您，谢谢 Jessica。 那下一个是曹培培。曹培培，嗨，可以听到我吗？可以，你问吧。嗨，静茹，哎，你好，我是也是跟你感觉的经历上很相近的，就是说先在国内工作了几年，然后过来读 MBA 的，然后其实我对你当时的职业的选择比较感兴趣，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可能对于
很多在英国本土的孩子来讲，就是我们可能年龄偏大，然后职业的选择上还有规划上呢，可能就是说像你我觉得挺有勇气的，就比如说啊，从会计从头做起，那就当时你做这个选择是不是说，也就是说相当于你放弃了自己以前的一些职业的积累呢？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你当时的还有对于我们的 MBA 的一个职业选择呢？好，我之前来这儿的之前大家都不解我为什么会出国，因为其实我在我的那个也做的挺好的，然后就是等于是放弃了，我也觉得就是之前的那个经验跟我现在没什么关系，就是跟我出了国之后没什么关系，然后后来我就来这儿了，上了 MBA， 上完 MBA 之后我就觉得我之前的经验都太泛泛，包括 MBA 本身，因为你不能一下子就光做到管理层去了，对吧？那所有管理层都有积累，那后来我就想呢，这个我还是想了很久的，我就想我要在某一个领域专，然后我们家一直是做实业的，从我爷爷辈儿就做，我姥爷辈儿就做实业，我爸爸也做实业，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爸爸聊了很多，我爸爸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真的想在一个领域专的话呢，那你现在可能就是财务，他跟我说。他说因为这个财务会涉及到很多，他说你想想吧。我当时想了想之后，行，我就想然后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啊，之前积累的任何东西都不会浪费，只是你自己在某一个时期感觉浪费了啊。我当时也感觉我之前的都浪费了，走了弯路，别人都是21岁，我跟别人比走了8年的弯路。但是呢，就是我做完会计师之后，我就开始做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我在开始做那个的时候，我发现我之前的积累一点都没有浪费，一点都没有浪费。就是说，是看你之后是怎么去规划了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我在政府里工作，我更多的学的是跟人怎么打交道，怎么样去管理所有这些事情啊。然后就是说，虽然财务上面是另外一点，但是我觉得人吧是这样，至少35岁之前应该有一个能够倒空的思想，就是说说这个好像觉得挺高大上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其实你是要把自己倒空的，而且我建议每个人都3年5年在35岁之间就考虑倒空一次，就是不是说倒空了就之前的就都浪费了，都不会浪费，但是呢就是说我就是把自己倒空了。然后当时我跟我就是我身边很多的人聊啊，他们都素质挺高的，他们就跟我说，就是静茹你清空就清空吧，自己再去积累，之前的也没有浪费。我这个都到了大概做了10年之后才发现说之前的积累都没有浪费。比如说包括在你考过会计师之后，就是说你这个发展上面的速度，因为你更成熟嘛，处理人和事更成熟，拓展起来也更容易，所以那也都速度上也都会更快一些，就是往上走，人都是螺旋形上升的嘛，就是你在之后的螺旋上升之后，你虽然觉得哎你上升到了2，你8又掉到0去了，然后你又上到1了，但是你上到1之后，在另外一个领域上到1之后，你那个螺旋上升的速度肯定比你之前没到2要快。应该我觉得人应该这样想，就是包括你现在啊，就是你之前有积累，然后你念来我觉得至少可以倒空。那然后我在这方面是比我认为可能比包括现在我老公也老说我都40多了，我是那种比较人们可能会有就比较年轻的，我会比较年轻的想法，就我没有那么多的，我不会背那么多包袱。对，你这个蛮好的，就是感觉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这个蛮好的。那就比如说我，就是比如说我特别同意你说的，比如说之前在国内的积累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泛泛的，比如说我之前也是在国内的一家外资银行工作，但是我来到英国发现以后就是真的是很泛泛，包括学的也很泛泛，然后我如果应用到英国的市场上来讲，我觉得我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所以我可能也得从长计议，像你说的倒空，然后从头开始。对，你可以弄一个自己的那个就是 spider web， 自己那个 think 的那个 web， 对吧？我特别愿意弄这个，你就想想说将来你想达到的个人竞争力在哪儿，然后你现在有什么，你没有什么，然后你去积累你没有的，你一定能达到，你有计划一定能达到。在英国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个客观的，然后尤其在中国现在也很缺类似的这个人，其实你再倒空了积累个3年真的一点都不晚，5年你想3年会计师就考出来了，如果你想考的话。好的呀，
谢谢你啊，静茹。好，我的问题到这，谢谢你。嗯，谢谢培培。下一个新宇，到你了。好的，谢谢 Grace 和静茹今天的分享。我有一个小的问题是关于就是在英国律师事务所里面 risk advisory 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在申请这方面的工作，然后我看到他们主要是做像和 ID audit 有关的。因为我就是也问了一些其他朋友，他们说就是这些组里的同事很多人其实也都是进去考 ACA， 所以我就在想您能不能从一个合伙人的角度就是分享一些 insights， 比如说他们做这样的工作您觉得有什么特和审计相比特别有竞争力的地方吗？还有就是如果也就是考 ACA 的话，那是不是还是做比较主流的这种审计比较好呢？因为感觉做 risk advisory 尤其是 ID audit 他们会有一点边缘啊，这个是我的问题，谢谢。Risk advisory IT audit 不边缘，然后之后可能之后的三年五年可能这个领域是急速发展的领域，因为就是随着就是原来的时候 IT 可能没有运用那么多，我觉得这个冠状新冠病毒的到来把这个推进了一下，然后它的使用一多的之后 IT audit 也就会越来越多。然后我也跟那个我们那个团队就是也没事也老聊啊，就是说就你考试来讲啊，是会要求你做审计的这个 days， 就是你考 ACA 这个 Grace 知道的，就是你一定要做足审计的日子，就是多少天在里面。那有些你那个 IT audit 可能算可能我认为不足够，所以呢你还要我建议呢你一开始也别搞得那么复杂，就你一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不能搞太复杂，因为那个英国各个所无论大所小所他都不喜欢特别复杂的问题，就是说他其实就喜欢说你进来 IT audit trainee， 你进来之后你可以跟大家去聊，就是说你一定要先站到一个平台上，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如果真的要找工作申请工作，不要把这个事情给你的雇主以及他们的人力资源部搞得太复杂，因为有的他们其实很直线的，他们想法很直线的，在招生的时候，但是你一进来的时候有需求的话就会容易。比如说我们现在组里面就有一个组员，他是中国人，他进来的时候他是做那个税务部的那个 trainee， 然后他现在就在做税务的那个 IT 相关的东西，因为他那个原来积累他就是那个他是做那个 database 的，然后他在这两方面都发展的很好，当然他也付出了很多，也是个很聪明的女孩。但是呢就是说一进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静茹，我原来是做这个的，我其实我真的很感兴趣对这个，现在税这边又要就是 IT 化又要就是做 big data 这种事情，那我能不能去加入？我说好吧，我去给你介绍一下。就是说你要先站到一个平台上再来去琢磨这些事情，你一定要琢磨啊，但是呢你要有步骤的去琢磨，你不要一开始就把这个事儿搞得太复杂。其实呢你进了一家所里面之后呢，现在呢大家也都在想，原来的时候就是钻到一个领域去了，对吧？现在呢大家也都在想说，包括我们公司包括四大都有啊，就是说在提高就是不同的服务线不同的团队，就是一个小朋友不同的团队去做不同的事情，而不是说这个人进来就把他钻到这个领域来了这样子。因为现在对于这个就是有更广泛的这个知识有需求，就是跟原来这个行业也在变化，就会计师行业也在变化，就你说的这个 risk management advisory 所有的这些人都在变化，那我们也在不停的研究它的变化是什么。那它下一个其实现在已经也很明确了，就是它要求你专，但是它也要求你会有更广泛的就是了解嘛，这样子。所以呢他的那个培训他背后的培训肯定会跟上的，你这个不用担心。就是他也会，就是你如果要考会计师他肯定会给你安排那个审计的，就是肯定会让你符合要求嘛，然后 qualify 这样子。他有责任，雇主有这个责任。OK， 好，我明白了，谢谢你。谢谢你心语。下一个 Austin，轮到你了。谢谢发言机会。这个静茹，我想请问一下大概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的这个平时工作主要的方向就是时间分配，一个是我这边感觉就是一边做这个 business development 发展新的客户，还有一个的话就是 service line delivery， 就是这两个您是怎么样
设计自己的时间分配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从这个 service line delivery 方面，因为您刚才提到就比如说帮海外公司上市，那像这样的话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英语是我第二语言，就是我在写作和提供这种咨询报告上都比较差。那这些工作的话您当年是怎么克服的？就比如说就是说你要准备一个 pitch report， 比如说100页纸，那你要自己来，就是也是第二语言，就这方面是如何提高的，就是想学习一下，谢谢。主要是两个问题。我们先把这个语言这个事情说一下，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们在这个线上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如果他不是你的第一语言的话，就是从第一语言变到类第一语言，因为他是你的第二语言，他永远变不了第一语言，不是母语，尤其像我们这种在国内长大的人。但是呢他可以变成类第一语言。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在这个阶段我是做了很多很多工作的，包括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就找了我的那个口语的导师，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说英语有中国人说英语的问题。然后我一直跟那个英国人练，到现在我说英文就说的已经就挺好了，但是我觉得跟那个 native 还是没法比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写作层面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进来的时候呢，其实我是进了一个就是法务会计的组。我进这个所之后，我第一份工作是法务会计组，那法务会计非常的专，他那个报告都非常的专。然后呢我们就一个人负责一小块，然后那个合伙人负责他就是统领嘛，这样子。然后我可以告诉你，在之前的半年我每写的东西他都会，这个合伙人挺好的，非常严，在之前的半年他会给我 track changes， 修改我写的东西，每天都是一片红。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哎，我这一片红会到什么时候，他说你现在就差不多会半红，半红完了之后就几行红，然后慢慢就几点红。在这个我一直在这个组里面，后来我也去做审计啊，我其实我的那个 reporting line 一直在这个组，这个人一直对我很凶但是我觉得我受益最多的就是他。我现在天每个圣诞节都给他送礼物，是因为我觉得他当时对我很决绝然后我真的受了很多的蹂躏，你不经过这个蹂躏你永远到不了那个程度。然后我在他那儿被蹂躏了3年之后，后来自己出来做了2年的就是在这个中间也做了中国公司海外上市，就是做那个上市的那些文件啊，跟公司一起又跟企业融资部搞了5年之后，有一天我在家里做饭，我听着 BBC 那个收音机，我天天听，我每天都有计划的听，我再忙我起来要听1个小时，或者我不行我睡觉之前听。你这个一定要有纪律性，不然到不了的，这都是量变到质变的积累。然后我有一天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我特别记得是鸡肉炒饭，我听着 BBC 的那个英文跟我听中文差不多，我就想我积累了5年到了一定阶段。但是这个东西呢直到现在有的时候也会有那么几行啊，那么几个字儿，你还是因为不是你第一语言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也需要练。然后这个东西的打磨一定要打磨，因为你不打磨这个东西会影响你将来的那个往上发展。就是你做到一个 senior manager 阶段，你那个写的邮件就跟那个小朋友就不应该一样了，你做到那个 director 其实基本上就是邮件都能出去了，这个没有捷径，非常抱歉。如果你想待在 professional 里边，就是要这样的，这样子。然后那个你还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的那个时间分配的问题。其实呢我这样的，我现在就是服务的交付能够给交付团队的我都给那团队去交付。虽然就是大的那个项目我会亲自去跟，因为我这么多年的积累嘛，积累了很多很多，包括那个各个服务线各个那个项目我都跟过啊，我都如果比如说 risk management 我没有做过，这个项目要做了，我会当小朋友一样去跟。我跟过3个项目之后，我大概就会明白它所有的东西都有个融会贯通的过程，包括企业融资，包括我都跟过，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的服务线我都跟过至少3个项目以上，当小朋友一样去跟，他们让我做 Excel 我也做，让我做啥我都做。你一定要有这种积累，不然你没有办法去面对客户和面对你的团队，因为你到了一定级别之后你就没有这种学习机会了。你到了合伙人你说不行我明天当 trainee 去，你没这选择。就是当客户都说哎，静茹这个事情你怎么看的时候，你要有你的看法，那你这看法哪来的，就积累起来的。所以呢这种积累的时间是不能少的。
那你上面的这些东西就管人，还有做 BD， 这个是你的，就是是我的 day job， 我现在不用了。那我2012年加入的 BDO， 我2012年我就说到16年17年左右我都是在积累这些东西，然后我对所有的这些项目都有了了解。然后还有就是这种学习，我是那种就是中国文化下蹂躏出来，就是我每天不学新的东西我就觉得今天白过了，我做了我可以做很多事儿啊，我是那种人。所以你那个知识的超前度一定要超前，而且你要能够就是如果你在 focus 上面有问题，说你学习能力上，说我这个事儿我无论旁边有什么人我能够在这事儿上聚精会神，这方面能力有问题的话真的很难很难。那你就是你就觉得这个合不合适你，但是你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会容易了，你就知道什么是你重要的，什么是你该管的，什么是你不该管的。你反正我现在把所有的就是我们团队能做的事都交给他们，然后他们来了我会去审核，没问题了就没问题，客户相关的就是高层次的沟通我都在，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主要的任务其实是 BD， 然后我做我 BD， 我还有另外就做 BD 是这样的，你有很我认识5000人，就是在我这里面有5000人，然后我的核心圈里就是我会制定我下一年的计划嘛，我的核心圈里有200到300人，这200到300人我 BD 我能做到什么程度，我记得他们的生日，我知道他们有几个小孩，我知道他们个人偏好什么，我知道就是哪100人是这今年我一定要每个人都吃顿饭的人，我知道哪100人是我一定要喝个咖啡的人，我知道哪100人他们家小孩到了一个阶段或他妈病了或怎么着要跟他聊聊的人，然后还是业务上的事情。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合作，感谢感谢。嗯，好，谢谢，谢谢 Austin。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想问问题的人就问完了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也非常非常感谢金如今天非常非常真诚的这个分享希望在以后的活动中我们再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嗯，好，谢谢。那个 Grace 这样的，就是我呢其实是很公开的，大家到 BDO 的网站上就能找到我的电邮，有什么问题可以发电邮给我。嗯，我反正都在线的。嗯，好的，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大家。